燕雨绣楼跟宁国公府之间的关系从今天开始就了结了。吴莲啊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回夫人已有十一年。那就是宁国公已经走了十一年了。我还记得当时我跟他移居到这里，安家还不到两个月，就连种在这个花园里的那些芍药花还没开，他就身患急症而亡。当时我也差点跟他一起走了。从他撒手人寰的那天开始，其实这座宅子就已经不再是宁国公府了，而是一座坟冢。我是真没想过，我居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孤冢里面一个人撑了十一年。夫人，为何今日突然想起来说这些？吴莲，这些年来你究竟私下做了一些什么错事，闯了一些什么祸，我都不想再过问了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孤寡女子，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全是凭我自己一步一步的算计，才能勉强让这座国公府有今天的局面。所以我也绝对不会因为你就将我下半辈子全部的后路都给斩断。夫人，从今以后我跟你就是商贩与客人，我们的祸福各自担当。这些年你敬我的茶也不少，今天我也敬你一杯。燕雨绣楼跟宁国公府之间的关系从今天开始就了结了。我记得夫人曾经说过，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得到重用，但一个太聪明的人，若是你把他留在身边，恐怕连你自己都会成为他的垫脚石，这种人才更危险。吴莲，多谢夫人这些年的照拂，望夫人珍重。